一路顺利。此开启，本神贯注，绝无迟疑。我的黑粉。杀他不需要疼。由此启程，对我来说都一样。坚定不移。明亮。留心吧。嗯，没想杀，我就没想动他。结果不好接的。一级冲，前沿时间太短，而且打他那一套，万一如果他没有爆的话，爆了可能都死了。不爆的话，把自己蓝打空，下一波线不好混。可以啊，可以冲，我是吧队友未必一会儿未必，不是有个我黑粉吗？觉得是吧不太稳，就是给自己的这个卡尔上个保险嘛，是吧？你就算队友坑我害我，我也能注意他自己。
太高了呀。
都死了。点错人了，朋友，点的小鹿，小鹿，小鹿点他呀，我是被他活吸死的，把这个杀了，他没魂，哇、哦，哎呦，拿到了，下一步给我猜一下，这次可以投了。把船油开出来，船油。船油呢？为什么你到死怎么不开船游出来呢？宙斯 A 炸大，早点开大就好了，早点开啊。